事情是这样的，闺蜜非要我请弟弟吃饭。弟弟，你谈恋爱了吗？好巧，那个婷婷好像也还没对象呢吧，对吧？我记得你喜欢那个奶狗型是吧？我就喜欢年纪比我小的，就比如说像弟弟这样皮肤白。好巧，那弟弟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有了。每次当我闭上眼睛，屏住呼吸，眼底就是你。好，慢慢来，慢起来。你出差这段时间，我帮你找到个实习生呢。哦，哎，他来了。先生，你做那个文件做了吗？做了。你手机有打个电话吧，我刚好手机没电话。不是，等一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闺蜜非要去我公司上班。能不能把我安排去你们公司啊？去你们公司干嘛？打我当然是要跟弟弟在同一个公司了，多跟他相处啊！你又不是学我们这个专业的，你过去能干嘛？我可以学的嘛，你只要把我弄进去就行了啦，就说行不行嘛？这个我也没有这个。哎呀，太贱了！哎，弟弟早啊！就这。哎呀，不好了，迟到了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啊，老三，快点，要迟到了，我打车。EDM。啊，下不了开会资料呢。啊，我找一下，等一下。嗯。那个主管，那个这个同事好像有点不舒服，我带他去趟医院啊。资料等一下给你。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凭空想象，凭空捏造，无言无语，无可救药。我等一下要跟弟弟玩不幸中挑战，我让他知道我对他有多情比金坚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你不会对别人心动？怎么可能？不心动挑战 ，Action。可以自己拿了，没有啊，就没有啊。来继续。我好像猜到这个是什么了。你管理一下。不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我。来继续。干了吧，干了吧，来吧，一口吧，来吧，壮士，干了这杯醋。不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不是这么容易心动的女孩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闺蜜想知道弟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，非要再玩一次不心动挑战。原来我这个样子比较好看是吗？港风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就这样。
这个很美啊，也没有感觉，没有没有。来继续，放大招了。没有感觉吗？我都爱了。那不应该你喝吗？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？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闺蜜让我给她介绍男朋友。我真的想谈恋爱，我很想谈恋爱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这时我妈打电话来说，老家邻居弟弟要来我家借住一天。阿姨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。不管，我要这个弟弟，你给我安排上。我，但是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我真的，我就要这个弟弟。但是这个弟弟有点黑，也有点胖哦。骗我，170多斤。那算了，我不要了，我要帅哥。你给我安排一个帅哥嘛。弟弟来了，去赶门，快点，你的弟弟。170斤的弟弟，我不要了。我自己去开门，女人，呵呵。